真的不喝这个吗？ 确实有些医生喜欢在连续多台手术之后喝一点可乐，可以快速的补充糖分，是吧？ 话说我能健全成功，也有一部分是你的功劳，而且你平时一直在帮助林老师。虽然感谢的话一直在说，但是今天还是想跟你说一声，谢谢你啊，顾医生。你这人吧特别没意思，老在那儿端着。哎，咱俩接触这么久了，现在能算是朋友了吧？老叫你顾医生多生疏啊。 要不然换一个称呼，叫你什么？什么鬼名字呀？不行啊！林志晓。 林老师可是要回来化疗的，你得罪了他的主治大夫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开个玩笑嘛。那以后还是叫你顾医生了，顾医生。嗯。